连接更薄脆。请收看民视七点晨间新闻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民视透早七点的台语新闻，我是耿明。咱新闻一开始，这位关心伫月底，特别来改善的促进转型委员会，伫早暗公告第十遍刑事有罪判决的撤销名单，包括美丽岛案的林义雄、施明德、柯信良、甲洪来德十指案的陈水扁、黄天福。好，台中有一个查甫人啊，开车来伫南投山安尼开安山平去。这救护人员来要甲送病院以后，伊煞讲伊是确诊者，即马这个人恐惊会予人发假单。另外，伫台南有人骑车来伫永康的中孝路，路边熊熊撞一只野狗出来，害伊地残摔车，脚骨摔一个死去。当地人拢讲这大只野狗有够侪。广告转来，咱做了提醒。好，一个台中和平的查甫人，伊开车来伫南投步步公路。好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家族 PCR 验过以后，确定确诊啊。伊讲凶手就是共党的立委柯志伟。这款黑白体的言论，和民进党内无多接受。柯志伟阁回讲啊，高家族拢在炒家己的知名度，真无应该。详细新闻消息，警察锁定民视八点新闻。咱再会。